蓄势待发哦。所以整个的一个盘面啊，我在这边认为啊，整个的一个投信可能也有意味到这个所谓的一个你是在惊呆，所以在礼拜上礼拜五跟昨天，你要过马路吗？多密集的一个买进哦。所以像2455的一个全新啊，还有这个2377的一个维新也一样，看林老师哎，股价创了一个五个月的一个高点，而他今天呢、啊、也攻到了一个200元以上嘛、啊，那当然了、啊，我刚讲的一个高点。而他今天呢、啊，也攻到了一个200元以上嘛、啊。那当然了、啊，我刚刚讲过说。